最近在网上看到有人说这一只牌子的罐头呢有些问题，就说打开呢有一阵酸酥味，不要搞了。那我想着一会儿试一试，试一试味，看看是不是真的这样先。首先第一罐呢看下去的样子都没什么特别的，我试一试吃一下。吃下去都是很香吞拿鱼味啊，没问题啊，这一罐没问题。好了，那现在试了第二罐啊。挺好吃的，其实茶面包都 OK 的，我觉得。所以呢，我觉得今次可能是个别事件，报告完毕。你做咩偷食啊你？我未开始喎。